分别代表交通大学郭芳瑜、中兴大学施正昕、中央体大潘佩琪、国华大学李新杰、空军航空技术学院蔡云里、国立体大张桂杰、宜兰大学杨淑雅、台湾大学方碧妍、中央大学叶怡亮、国防大学陈怡安、台湾大学曹小林以及文藻外语学院林怡慧。以上12位选手是参加一般女子1500公尺决赛选手，大会纪录是由台师大杨杰梅选手所保持的5分06秒70。对，还没被破。好，应该是他破大华了，还是800？嗯。现在领先是国防大学的选手。别给我八八。哦。夺冠热门郭芳瑜出来，加油！通过终点之后就是叫最后一圈。啊，目前赛前领先是最后一号交通大学郭芳瑜，以及中央警察大学潘佩琪。台湾体院陈杰，2/3名选手已经到了，麻烦上金牌接受颁奖。张桂杰出来了，哦，开了开了。加油！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国立体育大学张桂杰，他去年是参加10000公尺的比赛，他去年是参加10000公尺的比赛，以及交通大学郭芳瑜，他在比赛的时候，以及警察大学潘佩琪，以及中兴大学施正昕参考成绩59秒48，他在我们要恭喜体育大学张桂杰。
他在去年参加一万公尺比赛，包括刚才那么交通大学郭芳仪在人力学院所办的大专，他们连续比赛的时候，他在800公尺做冠军选手，以及警察大学他。